嗨，欢迎大家来到101 Shop 台湾照料馆101保养小学堂，这是个致力分享 DIY 保养配方专业频道。101保养做得对，年轻时最看得见。欢迎各位在 FB 及 YT 搜寻101 Shop 台湾照料馆，按赞及订阅就可以收到配方影片喽。今天的配方主题：一起健康 DIY 米萃一人奇迹修护霜。配方推荐：低分子米糠萃取液，米糠萃取四大美肌元素：植酸、维生素 B8、E 黑美白、阿魏酸。串联胶原蛋白，促弹抗皱；米糠醇，光防护，维他命 E， 提亮保湿；胚乳，氨基酸，可舒缓安定。米糠萃取四大美肌元素，使肌肤一起健康。配方对策：玄米胚芽基底油含阿法生育酚、卵磷脂，晶透皙白；二甲卵磷脂乳化粉含磷脂、甘油、脂肪酸，可温和亲肤；三、米糠萃取液含氨基酸，舒缓安定；四、薏仁萃取液含白氨酸、烟碱素，活化净白；五、温泉肌底水含钙、磷、镁、钾，减少脱皮；六、乳香精油含柠檬烯、侧柏烯，可舒缓拉提。老配方有感情，新配方感流行 ，DIY 米萃薏仁奇迹修护霜配方实作。难易指数三颗星，配方材料玄米胚芽配方基底油20克，加到油相 A 杯中。第二个配方，二代卵磷脂乳化粉3克，加到油相 A 杯中。接下来水相的成分，米糠萃取液10克，加到水相 B 杯中；薏仁萃取液10克，一样加到水相 B 杯；以及温泉基底水80克。进来，先将水相 B 杯均值搅拌，油相 A 杯均值搅拌，将玄米胚芽配方基底油及卵磷脂乳化粉充分搅拌。来给各位看一下，让配方基底油跟二代卵磷脂充分搅拌均匀。接下来将水相 B 杯分两到三次倒到油相 A 杯当中，分两到三次，好，顺时钟搅拌，慢慢来比较快。好，来加第二次，三次，充分均值搅拌。手动充分搅拌，直至乳霜呈现闪闪亮亮，就代表精致完成。接下来加入20滴乳香精油，大约是1克20滴的乳香精油。加完了以后，再次充分手动搅拌到霜体呈现闪闪亮亮乳霜状，我们就可以装瓶使用。DIY 配方鼓励，如果你觉得这个配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大家在 FYT 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你的鼓励会是我们前进的最佳动力。谢谢大家。